心想事成，想买的都买了。哇，位置有点小。玩游戏已经变成例行公事了，现在又要来台北火车站地下街买游戏，但是今天好像不止买游戏的行程啊，另外还有两个行程吧？哪两个？要去配眼镜。哦，配眼镜，老婆大人的眼镜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哦换手表，手表的电池。对，手表电池，手表很漂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怎么现在一直在十二点多呢？因为没电了，因为眼镜被妹妹折坏了，所以我要去买眼镜。我要去换电池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就是刚才去询问了店员，说未必是没有电，可能是机芯的问题。然后他说回原厂换电池是960，那会连那个防水圈，然后还会检查，所以价位比较高。然后店员还有建议说可以去宝岛钟表行换，那金额可能是200至400左右，所以建议我们可以先去钟表行问问看。可是这还蛮新的，所以应该不会是机芯的问题吧？不知道会不会买到机王哎、欸。好吧，那就去检查看看。对，好。然后最近大家看我的影片的话，应该会发现老婆大人开始出现在镜头前面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他说他想要当百祥，木曜四超凡的百祥，但是不是有那么的厉害的对话能力，而是他会把自己马赛克。便当哎，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高度哦，好像要再高一点。老婆大人在配眼镜，好，因为老婆大人还要验光一下，然后还要再等半个小时左右，所以我自己先去买游戏的东西啊，因为现在时间已经4点多了。那我还没有上片，所以等一下还要赶回家把影片上传今天的影片。1 hour later。所以你的眼镜现在好了吗？还没，还要再等差不多20分钟左右吧。再20分钟。对。那也还要蛮久。你手表不是没电？可是我调了，还可以用哎。还可以用。啊，这么奇怪。对。然后我也买好了。买了什么啊？买了。感觉蛮大袋的。完蛋了。总共买了新世界地图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应该是比较像模拟游戏的、啊，然后有中文，反正有中文就是可以玩，好不好？再来还有这个叫农场专家，这是什么？让你种田的，欸、种田养动物，真的吗？对，这样可以耶。而且这现在有中文字幕，所以我要回去玩玩看。好像之前种到像那水果那个吗？对，种水果应该是跟国外就是欧美或者是澳洲。FB 之前那个吗？很早很早以前那个农场那个吗？完蛋了，有点不太一样，它应该比较复杂一点。Oh. FB 那个农场会比较简单，所以这个会比较复杂一点。Oh. 就是有一些农用机啊，然后可以耕作等等的。蛮多的啦。也是要成熟才可以采东西吗？对。对。自己种田哦，好，当农夫，好，应该也可以养个牛羊之类的吧？这可以两个人吗？应该是一个人的，一个人玩，一个人玩。所以农场专家哦，好，好吧，可以种田。好，啊，再来是这个，啊，不是说不买包了？对，虽然说不买包了，但是网友一直推这个包，蛮特别的，因为它是金属的，所以重的。对，它比较重，它其实比较重，你可以拿来看。金属可以弄磁铁那个？有没有比较重？有，它好像是铝的吧？绿的，对啊，所以之后再来开箱看看。黑色、哦，黑色，对，这应该是装起来比较有保护感吧？比较压不扁这样。对，比较压不扁，比较支撑性。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帽子，帽子没有，这是送的，这是游戏的帽子哦，而且很特别，你知道为什么特别吗？不知道，因为它后面不能调大小，它不能调大小，我头这么大，我头这么大戴不下去。那就给姐夫大大好了。我们没关系啊，这个可以收集起来，看看Jeff大大喜不喜欢这个。不然就摆在后面。这个是游戏的，好像是往日不在的。我来戴戴看好了。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可能要网友才知道。其实我可以戴一下。
对，我可以带一下。有变态样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。可是脸有点大，所以帽子有点难戴。通常戴帽子不要压太扁。这样子看起来怎么样？就是不要压太扁，要稍微鼓鼓的这样子会比较挺一点。但是它就会变，你的头太大，你的头太大。对啊，對所以我不太适合的感觉。好，没关系，先把它摆进去。就这样。对，就这样。这样多少钱？有发票哎、欸。钱不是问题，钱不是重点、啊，好不好？钱真的不是重点。啊、你沒有眼镜多少钱？钱也不是重点。他说第二杯半价，为什么你不要第二杯半价？你为什么不喝真奶，就可以第二杯半价？因为我想喝绿茶。哦，这梅子绿蛮不错的。是话梅的吗？还是？应该是大颗梅子。我刚才在咬的时候，它好像蛮大颗的，而且味道好浓。你 喝看，非常好喝，但不是业配。心想事成，想买的都买了。结果过没几天，我又跑到地下街来了。今天来是来入手刺客教条三重制版。其实像我的每日日常啊，应该说每周日常，大概就是至少会跑一趟电玩店。月初、月中跟月底，基本上都会有一些新的游戏出来。就算是刚出来呢，我也不一定会马上入手。所以呢，每次就是来的可能是预算5000块上下，然后会买一些周边产品啊，跟一些新的游戏等等的，为的呢就是要来经营频道啦。